食在四川，味在自贡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斌，很多粉丝朋友叫我做个虎皮海椒，真的分享给大家。二斤条要选颜色浅一点的，这种海椒皮薄肉厚，颜色深的皮很厚，切成长段装盘备用。起锅烧油，卤成油温下海椒，把海椒皮炸白，炸熟后捞起，锅留底油，下姜蒜米，煸香后下青椒，翻炒几下，拌上生抽、炒匀，醋，炒入味，起锅装盘。这道微辣爽口的虎皮海椒就给大家做好了，好吃美味又简单，超级下饭，比肉好吃。闷着你想吃啥子，记得告诉我，我来给你做。